我们今天呢介绍的内容呢是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的诊治。那么宫血这个概念呢大家非常熟悉，因为在临床上尤其在我们国家用的非常多，但实际上呢在国际上啊，到底什么叫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如何诊断啊？那么在临床上是不是能够准确的描述我们出现的各种异常出血呢，在国际上是有很大的争议的。那么首先我们介绍什么叫正常月经啊，一个女性呢那么到了生育年龄以后啊，那么她的月经基本上是规律的，所以我们说有周期性。那么周期呢也就是从月经的第一天到下次第一天中间间隔的时间，我们叫月经周期。那么在正常女性呢，月经周期呢我们过去定义为21天到35天，那么短于21天那我们叫月经频发，大于35天呢叫月经稀发，那么这是指的周期。那么每一个女性啊，她的经期时间啊平均是2到7天，也就是说少于1天或者多于7天，我们认为她可能经期过短或者延长啊。那么还有月经量啊，它的失血量是怎么定义的呢？也就是说正常的平均失血量那么是20到60毫升，那么我们在临床上定义的呢超过80毫升我们叫月经过多啊。那么当然什么叫月经过少啊，在临床上目前呢新的分类呢认为月经过少的概念应该是小于5毫升啊。那么在临床上啊，我们国家用的最多的 DUB 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但在国际上用的比较少。那么在国际上如何描述啊月经问题呢？在国际上用的最多的啊是异常子宫出血啊，叫 AUB。异常子宫出血呢，定义指的是凡是一个女性她的月经周期、她的经期、她的失血量都不在我们规定的范围之内，我们就可以叫异常子宫出血啊。比方说这个病人周期完全不规则啊，或者在中间出血，或者月经前、月经后出血啊，我们都叫异常子宫出血。那么还有专门指的啊，月经量偏多的一类女性啊，她的周期是规律的啊，月经量很大啊，超过80毫升，所以我们叫月经过多啊。那么还有啊，在英国它描述啊，月经量偏多用重度子宫出血啊这些概念，所以这些呢都是来描述临床上异常出血的一些概念啊。那我们看一下啊，我们所熟悉的异常子宫出血，那么就是指的没有器质性病变，那么主要是神经内分泌调控异常导致的内分泌疾病。那么在临床上啊，还有啊，各个国家对于宫血的定义啊都略有差别。那么像加拿大妇产科学会定义的宫血的定义就是没有器质性疾病，和我们国家是一样的啊。那么月经过多的概念是在生育年龄出现的连续数个规则周期月经量超过80毫升就诊断月经量多啊。那我们再看一下欧洲的定义啊，欧洲的定义啊，它包括啊，当过多的子宫出血啊，包括经期月经量很多、经期很长、周期很短，那么不是由于病理证实的啊，那么除外一些啊妊娠合并的，还有一些全身性疾病啊，比方说由于甲状腺功能不好啊，或者由于其他疾病导致的啊，没有这些疾病，那么我们都可以叫宫血啊，所以也强调要除外器质性疾病。但是在欧洲呢，月经过多的概念呢啊，它指的是一个症状啊，也就是说这个女性如果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她的月经量超过80毫升，我们就可以诊断为月经过多啊。那么月经过多呢，可以是啊什么原因都没有，我们叫特发性。那么也有一些是器质性疾病导致的，比方说啊，长了子宫肌瘤了啊，子宫腺肌症了，那么子宫啊腋下肌瘤啊，还有内膜息肉，那么这些疾病月经量也可以过多。所以我们说生殖器官的病变月经量超过80毫升，我们就诊断月经过多啊。那么还有一些血系统疾病导致的，我们都知道一个人能止血啊，我们要子宫内膜脱落，同时还有一个正常的凝血功能。如果这个女性啊，那么由于一些血系统疾病，比方说血小板减少、再胀，那么这些疾病都有可能导致血小板低，导致了这个女性的凝血功能障碍，那么就会导致她的
出血时间延长，所以它也表现的月经量大，经期很长啊。那么还有一些内分泌疾病，我们刚才介绍了甲亢、甲减，也会影响我们的月经啊。那么由于这些器质性疾病导致的月经量多，在欧洲也认为应该叫做月经过多啊。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国家的诊断标准啊。那么在中国啊，特别强调宫血是由于调节生殖的神经内分泌机制失常引起的异常出血啊，那么完全是要除外器质性疾病啊，我们叫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啊。那么除了我们刚才介绍的神经内分泌调控失常以外，那么在子宫内膜局部啊也会产生一些凝血功能方面的问题啊，或者是高凝状态啊，就是这种纤溶亢进的这种情况，我们也可以把它归为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啊。只是这些病人我们没有详细的去进行病因上的诊断，那么也就是说在临床上他们出现的临床表现没有气流，没有心肌症，那么他的月经量就是很大啊。所以我们说除了目前认为的神经调控异常以外，子宫内膜局部的环境也是影响月经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啊。所以有些人会表现的月经量很少，有些人表现的月经量很多，那么也是和他的神经调控是有关系的啊。所以我们看我们的神经内分泌轴啊，也就是说一个女性要正常来月经，首先要下丘脑功能正常，下丘脑分泌垂体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所谓的 GnRH。 那么这个激素呢作用在垂体啊，那么作用在垂体呢，那么产生促黄体促卵泡生成激素 FSH， 那么同时还分泌促性腺激素促黄体生成激素，这两个激素呢作用在卵巢使得卵巢呢周期性的卵泡发育那么 FSH LH 的共同作用使得卵泡成熟排卵，排卵以后黄体形成产生了孕激素所以我们说一个正常的有排卵的月经常常是既有雌激素又有孕激素，那么这两个激素的共同作用使得子宫内膜从增生期变为分泌期，那么最后激素水平下降了，内膜脱落了所以我们说一个正常的女性她是有排卵的月经，所以在临床上很多女性问我们为什么我最近好长时间不来，来了月经以后淋漓不尽，除了一个作业的血都没有干净，那我们就告诉她可能的原因是因为一个排卵的月经那么也就是说正常的女性必须是在雌激素孕激素共同作用在子宫内膜，而且呢没有受孕，雌孕激素减弱以后水平下降以后，那么出现了波动，子宫内膜就脱落了，产生了月经所以我们说正常的月经周期它一定是有排卵的在临床怎么知道这个女性有没有排卵呢？我们可以测基础体温基础体温双向，也就是说在卵泡期由于雌激素的作用那么它的基础体温处在一个状态，那排卵以后由于黄体的形成，孕激素有升温作用，所以这个女性呢到黄体期以后体温要升高0.3到0.5度那么就出现了双向的体温，以后叫有排卵那么在垂体激素方面垂体激素方面，那么 FSH 和 LH 这两个值那么我们知道这两个值呢都在排卵前有一个高峰，所以我们说在临床上有些女性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排卵，我们说你可以监测一下，怎么监测？基础体温，另一个测排卵试纸排卵试纸就是测尿里的 LH 值在排卵前有个高峰，我们能够抓到这个高峰，我们知道这个女性有排卵那我们再看雌激素的体内的变化是双峰值的，也就是说在月经期雌激素水平是很低的，那么随着卵泡的发育雌激素水平上升达到了一个高峰我们说在排卵前，排卵后有一个轻度的下降随后又上升所以我们说雌激素呢是双峰的那么双峰使得这个在月经前是第二点高峰所以我们说它是双峰的。那么孕激素呢我们看一下孕激素产生是由于黄体那么分泌的，所以我们说一个女性是有排卵的月经的话，那么首先呢它有黄体形成，黄体形成它才有孕激素所以我们说在体内如果一个闭经的病人我们抽血查了孕激素水平很低，我们就知道这个女性没有排卵没有排卵。
那我们再看一下卵泡的发育啊，所以我们说一个卵泡从月经期很小到了排卵期前啊，形成一个比较成熟的卵泡，那么在排出来以后，黄体形成啊，那么我们说体内的子宫内膜呢，也会在雌激素的作用下，从月经期内膜变为增生期，最后达到一个增殖晚期。那么黄体形成以后，黄体分泌的孕激素啊，就在使子宫内膜从增生期变为分泌期，所以我们说子宫内膜是分两期，增生期、分泌期到月经期这三个阶段啊，所以这是一个我们正常的一个生理状态啊。那我们看一下正常月经为什么能自己干净啊？为什么一个女性不会因为来月经血多的流血不止而出现生命危险？那么主要呢，就是我们正常月经可以自己干净。自己干净的原因呢，就是子宫内膜同步剥脱啊。为什么它能同步剥脱呢？那么我们就说子宫内膜是在孕激素的作用下使子宫内膜增生期变为分泌期，那么最后脱落所以我们说子宫内膜有同步剥脱的作用那么同时呢，子宫内膜局部有前列腺素的产生那么帮助子宫收缩那么还有呢，子宫内膜局部呢凝血功能增强凝血功能增强呢，也是凝血的子宫内膜修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那么如果子宫内膜它的凝血功能这个患者凝血功能有问题的话，这个病人呢可能他出血时间就很长，常常子宫内膜不能自己干净那我们看一下异常子宫出血的分类来这个病人，我们还不知道它是不是功能性的。所以我们首先呢要排除器质性疾病引起的出血。那么什么原因可以导致器质性疾病引起的子宫出血呢？一个呢就是全身性的凝血功能障碍，刚才我们已经介绍了血液病再障凝血功能障碍就有可能会导致出血不停那么还有妊娠相关的疾病比方说怀孕了流产、异位妊娠都有可能出现异常的子宫出血。那么还有避孕药具引起的异常出血我们都知道，比方说我们带环的初期月经量经期时间延长，那么还有我们用口服避孕药不当漏服了，或者我们用激素停药了，或者是我们用紧急避孕药，那么都会导致一个异常子宫出血那么还有生殖系统器质性疾病包括炎症、肿瘤、外伤，那么这些也可以导致异常子宫出血那么除外了这种器质性疾病以后，我们能诊断功能失调性的出血那么所谓功能失调性的出血，那么主要是神经内分泌调控引起的，那我们把它分为有排卵和无排卵我们看这张图就是我们目前对于供血的一个分类那么在这个分类当中，首先我们把器质性疾病除外了，那么这些病人都没有器质性疾病，我们把它分为无排卵型和有排卵型那么无排卵型我们又按年龄把它分为青春期和绝经过渡期这两类那么青春期当然我们知道主要发生在青少年那么绝经过渡期呢主要发生在40岁以后那我们看一下有排卵的月经那么它又分为月经两次月经中间的出血表现的在月经前淋漓出血，月经后淋漓出血，所以我们就出现了月经很频发不到21天就会来一次。那么如果月经后淋漓出血，我们说这个经期很长那么每次只要30天来一次，但是常常需要10多天才能干净，说经期延长了那么我们说还有一类呢，就是在排卵期出血，月经中间刚来完月经1周左右又开始出血，所以我们叫排卵期出血这是它的一个分类。那么在临床上我们看看国内各类供血的一个比例大概是什么情况的？当然我们说在人群当中那么供血的发生率肯定是和我们显示的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这张图显示的是在妇科门诊那么因为供血来就诊的病人当中，那么大概占到整个妇科门诊的10%左右当然这也不是一个非常确切的一个诊断。那我们按这个供血的类型又把它分为无排卵就完全不排卵。刚才我们说了，那么它主要表现在是青春期和绝经过渡期那么这个
比例占到宫血的70%到80%啊，也就是主要来看病的病人都是在青春期或者绝经过渡期的出血，那么表现的周期不规则，出血量啊淋漓不尽或者量很大。那么还有一部分病人呢，他的出血呢是非常非常规律的啊，那么他出现了是在月经中期，我们说的排卵期出血，或者是在月来正式月经前出血，或者月经正式后来完以后老不干净，那么这些都有黄体功能不全和萎缩不足，还有是在月经期的出血，那么这是有排卵的一个出血，那么在人群当中比例占到1/3啊，也就大部分的病人都是一个不排卵的啊。所以我们前面介绍了它的一些定义分类啊，我们再看一下怎么诊断宫血啊。首先我们说宫血它要排除器质性疾病，所以我们要啊首先通过病史啊啊避孕措施啊用药情况要排除影响月经的任何因素啊。那么首先我们说月经到底啊怎么来的啊啊，它多长时间接触一次，来了以后多长时间啊干净啊，这些我们要问清楚。同时呢啊，那么它有没有避孕措施，有没有吃避孕药啊，有没有内分泌凝血功能障碍啊，有没有用干扰排卵的药、抗凝药，这些都很重要啊。那我们再根据出血的模式来大概判断一下它的出血啊是什么原因的。比方说这个女性她月经量很大，但是她周期很好啊，而且基础体温双向的，那么我们考虑她是一个有排卵的月经啊。那么如果这个病人啊她表现的呢就是月经量很大啊，而且有排卵，但是又没有肌瘤，有没有腺肌症，那么我们考虑这个出血可能是子宫内膜局部的凝血功能或者止血机制异常导致的，所以我们常常把这些病人诊断为月经过多啊。那么还有一些病人呢表现的是完全没有规律性，比方说4-5个月不来月经，来了就不走，淋漓不尽，或者是来了以后大出血，时间很长，那么我们这种呢常常叫无排卵的出血啊，常常表现的呢停经一段时间以后突发月经过多或出血不止，那么在除外流产以后啊，常常由于卵泡的闭锁、激素的波动，导致了雌激素水平的下降，就是一个无排卵的月经啊。所以我们说，根据病史，我们基本上能够大概知道它是哪一类型的出血啊。那么还有呢，我们说月经不规则或者经期延长，常常呢啊是无排卵的雌激素波动。我们说激素水平在一定状态下很稳定的时候，它是不出血的。比方说啊，我们说这个。有一些啊 PCOS 的病人，那么他长期的处在低雌激素状态，他可以3-4年不来月经啊，我就有病人闭经3-4年，一查雌激素在滤泡期水平啊，但是因为激素水平稳定啊，他就内膜不会脱落啊，所以我们说月经不规则、经期延长多是由于无排卵的雌激素波动导致的。当然，我们对月经周期规则的、体温双向的啊，还有一些月经中间的出血要除外器质性疾病。那我们刚才介绍了病史啊，来帮助我们判断。我们看一下检查，辅助检查，也就是哪些检查能够帮助我们确定啊，它是哪一类型的出血。首先，我们在宫血诊断当中常规的啊，生化检查、凝血功能检查啊、血清铁蛋白、血色素检查都是必须的啊。另一个呢，因为有异常出血的病人可能是和妊娠相关的，所以要做尿认检实验啊。那么我们要除外器质性疾病，所以要除外。要进行盆腔 B 超的诊断，盆腔 B 超除外器质性疾病，我们就可以诊断啊，它是功能性的啊。那么我们说还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诊断性刮宫啊，诊断性刮宫啊在什么情况下用啊？那么比方说啊，这个病人40多岁来了，反复的出血啊，那么我们还是要进行诊断性刮宫，除外子宫内膜病变，或者在宫腔镜下进行诊刮。除外内膜息肉啊，所以诊断性刮宫在我们临床上啊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我们对青春期的孩子，我们不建议诊刮，为什么呢？因为青春期的孩子，他本身由于器质性疾病或者内膜恶性病变导致的出血的可能性非常小，所以呢，我们基本上可以按照他的临床情况、血色素的情况来进行用药啊，不一定非要诊刮。那么在宫血当中，激素的测定啊，对一个大出血的病人来说，并不需要马上进行激素的测定啊。当然，我们说激素测定能够帮助我们判断一下这个病人的内分泌状态
啊，比方说它绝经前的卵巢功能有没有受损，那么它出血啊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啊内分泌状态的问题，可以啊。基础体温测定，刚才我们已经介绍了啊，所以我们说，对于一个异常出血的人啊，我们特别向大家推荐诊断流程啊。那么这个是一个出血的病人来了，首先我们要进行妇科检查啊，看他出血来自于生殖道、阴道、宫颈还是阴道外出血啊。那么比方说这个病人一来啊，出血来了，我们一看阴道有裂伤，阴道出血。那我们考虑它不能叫啊异常子宫出血，所以我们就给它啊把这个裂伤的阴道进行缝合就可以了。那么还有一些宫颈的裂伤，还有一些生殖道的一些问题，我们都除外了以后，确定这个出血来自于子宫，我们才能诊断异常子宫出血。那么确定了异常子宫出血以后，我们要根据病人的年龄啊，比方说他是青春期的、育龄期的还是绝经过渡期的，我们按年龄把它先分类啊。那么我们按它周期和经期有没有规律，又把它分为有啊，那么有规律的我们要考虑它是有排卵的可能，对吧？那么有没有啊内膜息肉啊？那么到底啊月经前出血、月经后出血呀、啊？那么这些我们要进行分类啊。那么根据它出血量，我们要把它分为啊，这个病人如果周期是规则的，出血量多，我们可能就说它是一个特发性月经过多啊。所以我们在确定了出血模式以外，要进行器质性疾病的排除，也就是我们要做一些检查来除外子宫内膜有没有病变，那么要做尿认领实验出来妊娠的问题，那么要进行妇科检查看看有没有宫颈啊，有些出血就在宫颈啊，宫颈糜烂或者是宫颈有啊宫颈癌的问题啊，那么还有凝血功能检测、B 超的检测、内分泌的检测，这些把器质性疾病除外以后。我们考虑是个功能性的啊，功能性的出血，那我们再按啊，我们前面介绍的有规律没规律，把它分为有排卵无排卵啊，完全没有规律的出血，我们叫无排卵出血，完全规律的啊，我们又可以把它分为啊，没有器质性疾病，月经量很多很规律，大于80毫升，我们叫月经过多。那么有排卵的宫血当中，我们还要把它分为黄体功能不全、黄体萎缩不全。排卵期出血啊，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在啊月经中间出的血，大部分排卵期出血，黄体啊功能不全和萎缩不全，可能一个在经间，一个在月经后啊。所以我们说啊，在临床当中，年龄啊非常重要。无排卵的宫血主要见于青春期和绝经过渡期，那么也有一小部分人见于生殖年龄、流产后或产后需要重新恢复排卵功能的时期啊。那么这是无排卵宫血。那么无排卵宫血为什么会出血啊？我们说了，它没有排卵啊，但是它为什么还会出血？有排卵啊，雌孕激素水平下降了，它就来月经了。那么为什么无排卵的病人也会出血呢？也就是说，卵巢里面有卵泡发育，又分泌了雌激素，而雌激素也刺激了子宫内膜，产生了增殖。那么为什么会出血呢？我们就说这些发育的卵泡啊闭锁了。雌激素水平明显下降了，那么我们说这个病人就会出现错节性出血，而很多卵泡发育有几个卵泡闭锁，那么激素水平出现了下降，那么就可能出现了突破性出血啊，就是突破性出血。那么当这个体内激素水平卵泡又有几个发育了，那么激素水平上来了，它又干净了，所以出血反反复复，出出停停，那么这是无排卵的一个啊理论基础啊。那我们看青春期为什么是一个无排卵的呢？因为青春期啊，月经来潮是青春期的一个标志，但是并不意味着下丘脑垂体就发育成熟了啊。那么每一个女孩从月经初潮到完全成熟，需要1.5到6年的时间才能够成熟啊。那么到了青春期的中晚期，正负反馈机制才能建立，所以呢，就会形成一个有排卵的月经。而在青春发育过程中，那么这个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青春期的孩子大部分都是不排卵的啊。也就是说，雌激素啊，在这个阶段对下丘脑垂体的正负反馈机制的建立不完善，所以这些女孩呢啊有雌激素，但是呢没有形成一个有排卵的月经啊，而且没有孕激素的保护，那么子宫内膜在雌激素作用下发生了增生，最后彻底出血。
所以我们说青春期的宫血啊，它是完全没有周期规则的子宫出血啊。什么意思呢？它可以表现的啊，在出血前有闭经一段时间啊，几个月不来月经，那么或者啊反复的出血啊，周期很短，几天啊，有些病人告诉我们啊，十几天就来一次，十几天来一次啊，有些人告诉我们出血量一会儿多一会儿少啊，出血时间也是长或短，病人出现贫血的症状，出现了下腹的浮肿啊、坠胀这些问题，那么还有一部分青春期的啊宫血的孩子呢，就是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孩子啊，那么他导致了他的啊青春期的出血。青春期宫血的诊断，首先呢，我们要根据病人的初潮周期的情况、营养状况啊，特别是过去有没有用过激素类的种物药物啊，来判断要除外器质性疾病。要进行 B 超的检查，那么这样才能诊断是一个青春期的宫血啊。那么和青春期宫血相反的是绝经过渡期的啊。绝经过渡期呢，主要是由于卵巢功能的衰退，卵泡不能发育成熟导致的一个无排卵出血，所以我们叫绝经过渡期啊。那么它是一个卵巢啊将要完全失去功能的一个过渡时期。那么在这个阶段啊，我们知道卵巢功能不好了，所以呢垂体就要分泌大量的 FSH 来促进卵巢的功能，所以在这个阶段表现的主要就周期的缩短啊，经量增加，甚至出现不排卵的月经啊。那么这个不排卵的这个比例大概在绝经过渡期占到20%，也就有将近20%的女性，那么在这个阶段会出现一个无排卵的一个宫血啊，不排卵啊，所以出现了间隔一段时间啊来月经淋漓不尽啊。那么也就是说在40岁以后啊，从有规律的月经变为不规律的，提前或错后，同时合并其他器质性疾病啊。那么在一项绝经过渡期的调查当中呢，将近18%的女性存在月经过多、月经不规则和月经频发，那么这些啊不规则的这种情况。所以在这个阶段啊，那么我们首先根据她的年龄啊，在这个啊要考虑她可能是个无排卵，但在这个年龄呢特别强调要进行诊断性刮宫。刚才我们说青春期的孩子不需要，因为青春期很少有内膜癌的问题，而在绝经过渡期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阶段啊，那么是内膜癌开始出现高峰啊，逐渐发病明显增加的一个啊阶段。所以呢，我们说在这个阶段呢，我们出现了啊月经不好，我们首先呢要进行诊断性刮宫啊，要进行诊断性刮宫，除外啊，那么由于啊不排卵导致的子宫内膜增生的问题。那我们再看有排卵的宫血啊，有排卵的宫血呢，它主要发生在育龄期或者中年或者过渡期比较多见。那么因为是有排卵的，所以这个病人周期是很规则的。但是在这个规则的周期当中，在月经前、月经后或者月经中期会出现出血，所以呢，我们又把它分为几类啊。一种的呢就是经间出血、黄体期出血啊，也就是说在正式来月经之前，它的黄体期应该啊是持续14天左右。但这些病人呢，可能黄体期7-8天以后就开始少量的出血，一直到正常来月经，所以我们说这是黄体期的出血。黄体期出血主要是孕激素分泌不足或者黄体过早衰退导致的。那么还有卵泡期出血啊，卵泡期出血表现的呢，那么是在啊正常月经之后淋漓不尽，那么由于黄体萎缩不全，所以子宫内膜不规则脱落导致了啊这种经期的时间的延长啊。那么还有一部分病人呢，月经周期很规则，但是它出现的是在排卵期出血，也就是中间出血啊。那我们看一下排卵期为什么会出血啊？排卵期出血的机制是什么？那么现在认为呢？那么因为我们知道月经啊周期当中，雌激素的是双峰值啊。那么在排卵前形成第一个高峰，随后有一个轻度的下降。那么有一些敏感的病人，就因为排卵前雌激素水平下降比较多。或者病人的子宫内膜对雌激素的这种下降波动过度敏感啊，或者有一些病人啊卵泡发育到一半的时候就夭折了，不发育了，雌激素水平一下下来了，这些原因都可以导致这个病人在
月经中期出现出血啊，出现出血，所以我们叫排卵期出血啊。那么还有一种呢，叫黄体期出血啊，在月经前出血。那么这些病人呢，周期是好的，经期长，先少，先滴滴答答出几天，最后多，所以我们叫先少后多。基础体温呢还没有降啊，还没有完全降下来，就开始先出血了，黄体不足，黄体功能不好，所以这些病人可能怀孕容易流产啊。那么还有滤泡期出血，也就是说它的周期是规则的，经期很长，在经期的前几天是一个正常的月经，后面淋漓不尽啊。那么我们这种呢就叫滤泡期出血啊。那么黄体萎缩不好，新周期卵泡发育迟缓，内膜修复不好，黄体萎缩不全，那么这个都是一个有排卵的经间出血的一个原因啊。那么还有我们刚才又介绍一种，就有排卵供血当中月经过多啊，确实在啊有一些女性，那么她没有器质性疾病，她的所有检查都正常，就是月经量特别大，那么我们就把它叫月经过多。那么从客观测量失血量方面说，如果这个女性每次啊出血量超过80毫升，我们就诊断月经过多啊。所以月经过多是一个有排卵的供血的一个表现啊，那么它是一个月经量超过80毫升的一个定义。那么月经过多啊，实际上在临床上也很常见，那么大概占到10%到15%的月经期妇女是月经量过多的。而经量过多影响女性的身体健康、情绪、社会活动和生活质量，它可以单独出现，也可以和其他疾病一块出现，比方说有肌瘤、腺肌症、其他这些问题啊。那么月经过多可以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导致病人贫血，也是过去啊那么子宫切除的一个主要原因啊。所以我们说很多女性月经多了就子宫就被切掉了啊，那么实际上呢，很多人呢子宫是可以不切的，我们可以经过一些啊一个保守性的啊方法减少她的月经量啊。那么什么原因导致她月经多呢？现在认为子宫内膜的纤溶亢进、局部的前列腺素比例失衡，那么这些因素都有可能会导致这个患者出现月经量过多啊。所以这是特发性月经过多的一个机制啊。那么我们要诊断这个病人月经过多，那我们就要排除器质性疾病，所以我们光去啊检查一下，查一下子宫不大啊，我们就诊断是不行的，我们还要进行必要的宫腔镜检查，要除了内膜有没有病变，为什么她月经量这么大，内膜有没有增生，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当除外了这些疾病，也没有肌瘤，也没有腺肌症以外，我们才能诊断它是一个月经过多的问题啊。所以我们这一节课呢，我们介绍了什么叫啊宫血，什么叫异常子宫出血，如何进行排除啊，我们通过器质性疾病的排除，我们才能诊断它到底是功能性的还是器质性的。那么除外了器质性疾病以后，我们要根据它出血的特点，把它分为有排卵和无排卵。那么在无排卵当中，重点介绍啊青春期啊、绝经过渡期啊这两种。那么有排卵主要就在生育年龄和绝经过渡期，那么它啊可以表现的是周期正常啊，经量很多，也可以表现的呢是经期时间很长，包括正式月经前出血、正式月经后出血啊，或者是排卵期出血啊。那我们下节课再介绍治疗。